什么礼物要送志玲或是李姬？什么都不用一谈吧，我来就是最大的证明，最大的诚意。一开始有说那个你不在名单上，那是误会吗？说你气炸了。要退一下。没有，都没有这一回事了。退一下，我来就证明一下。一开始是那个志玲，我不知道怎么来了。信息给你。是，我们的双方因为对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小心小心。小心，绝无其事，是我自己本人。我因为有个长辈生日，我这统筹走，我说啊，可能不能来，因为在台南。后来想想，不能不来。有准备什么要送自己？一开始听说有礼金，但是因为他都不收礼物，不收礼金。对，我们公司有安排。那你今天会签自己，就是走红毯，或是跟他一起坐这个那个劳斯莱斯过去吗？不会啦，因为这是新人的机会，我不要再抢风头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大家。他第一句会跟他说什么？我想跟他说什么？幸福永远。就台南就是我们的老家之一嘛，对。还是说这个地方是他们两个约会的地方？你想在那边约会？如果有的话，可能是秘密约会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上去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这边。Thank you.